星期天，我把那些脏所有的星期天一张一张的拿下来，我很害怕这个星期天，因为我向我儿子承诺了，星期天又去接他，我没有接到我的两个孩子，我想我在往后的日子里，我也再也不要看到这个星期天了，我这失职的母亲。 再也没有资格过这个星期天了。后来，有人到石狮城隍庙打工，有人拉着两个小孩。我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又叫我老公带着我大儿子，我又坐车去石狮了。 因为我姐姐不能私自，她坐不来车，带着她我又怕她丢失了，就她就没有出来。我老公又到我的照顾我大儿子，那时间我大儿子也很小，我婆婆也在家，一天到晚的哭，没人带，我就叫我老公在我家里带着我大儿子。这是有四个城隍庙，到了第四个城隍庙的时候。 天已经黑了，那时间我找不到方向往哪里走了。那时候我停下来了，我躺在那个木板上面，抱着我儿子的去扔西施，我这样斜斜的躺在那里，两眼望着天空。 快点天亮啊，让我去找我两个孩子。我盼了盼了盼了一个整整的夜晚。第二天天亮了，我转来转去，转到一所小学的门口，很多家长都带小孩上学了，我就蹲在那个门口，一个一个的看，一个一个的看。 看到没有我的孩子，待了几天之后，我很失望，我又慢慢回。